Hello， 各位观众，欢迎回来 Aris PDFR。我们今天来开的这个 X80 超跑警车。那这台 X80 呢，外观上面没有印着任何 Police， 它只有黑白色系的配色，然后加上警灯而已。不过依然还是非常的帅气的啊。那我们今天旁边这个女警同伴呢，就是那个上一次的那个女警，对，是吧？把这个 skin， 我相信大家应该很喜欢，所以就把它当成今天的伙伴啊。那这个肤色什么的，发型什么，这我无法控制啊，所以就反正各位知道，伙伴一定会换来换去的，因为警察模组嘛，崩溃的事情十之八九啊。好，不管，今天先直接出巡，免得又被观众嫌废话太多，哎，真的是。来看一下前面绿点有什么吧。绿点不要好了，酒醉了不要理他，我们找这个。找这台野马看一下，这台野马怪怪的、啊。我靠！我靠，不是吧？这位仁兄，你也太害怕我了吧？这个我一定抓啊！这个我一定抓。来，给我停下来！到底在搞什么笑啊？这家伙！往前开，往前开。这台野马，他刚刚直接把他的车拿去撞火车，哎，来调查一下他的那个车牌，09IYA， 看一下哈。Target license plate Ben Carson Ida Young stolen expired six a possible stolen vehicle a traffic violation、啊、偷窃过期的登记证，他偷了一个过期的登记证。好了，下车看一下哈。啊，对，为什么我解释一下，今天为什么要穿这一套防弹衣？因为我们今天在这个巴勒邦附近，所以等一下很有可能会遭遇到帮派之战，所以呢，我就穿了一下防身。那不要问我为什么伙伴没有啊，伙伴不太需要，伙伴的血很多的。Ben Carson 就是他。我看一下，这台车是你自己的吗 ？Sure, it is Ben Carson 啊。对，他说他是他的，可他刚刚说他偷了那个东西。这怎么处理啊？叫他下车一下。来你，哎，干什么东西？干什么东西？你想干嘛？哦，想袭？哦，学妹，不！啊，糟糕啊！走开啦！还有人吗？还有人，还有一个。哎呦、啊，阿航的枪法真的是有在进步啊！还有人吗？还有人吗？啊，真的是非常淡定的处理一切。来，这个 Ben Carson 袭警啊，因为袭警，所以呢被警察当街击毙。叫一个 corner 过来，好，再叫一个 tow truck 把他这台车拖走。tow truck。来，各位知道为什么今天我的情绪这么淡定吗？因为今天这一集其实已经录了第二次，对，第一次的时候音轨出了一点问题，只好再重录一次。好，看一下，哦呦，这救护车，好，这救护车应该是来救别人的。好了，伙伴，我们走吧。这个今天是学长带学妹啦，这个故事剧情大概是这样子。来走，来走啊，他们去验尸，旁边验尸一下。啊，闪人，闪人。啊，刚说今天除了录了第二次呢，那另外今天这个警察模组崩溃了大概十来次左右吧，所以我录了好几十个案件都没有成功啊，录到一半就已经那个。他就崩溃了。我今天目前啊，我自己私下啊录影的时间，现在应该是迈入第四个小时了，已经四个小时了还没录好，所以我们赶快的把今天这一集把它给结束啊。响个警铃。哎，那你谋杀啊，有了。Marking 就是有民众这个互相在互殴，还是他们反正就是民众有一些冲突啊，走开。他们是在。他们在下面那边啊，我看一下要怎么下去。这边可以下去吗？没有，这边没有路可以下去，走这里。X80，直接，在哪里啊？
哇哇哇哇，有话好好说，有话好好说，这位先生。这位先生，你有话好好说哈。去哪里？去哪里？等一下，为什么是下来的？为什么是下来的司机？干什么东西啊？哎，嫌犯不是应该是趴在地板上的这个人吗？这位先生啊，莫慌啊，别惊慌啊，先等我把人给载起来，你再开车，不要撞到我，拜托，谢谢，感谢你们的配合。哎，支援，怎么有个支援过来了？怎么回事？哎。Jesus， 真的是 Jesus， 直接把他带走吧，这个不查啦，不查。我们看一下那个运输单位有没有正常。对，因为上次他会变色嘛，我稍微修理一下，应该是不太会变色了。再麻烦您把他带走了啊。感谢您的配合啊。好，下一个案子，这里好乱，快走。Person steal the car 啊，就是那个小偷啦。哎，追上刚刚的资源了。Steal the car 啊，居然被别人偷，这是应该是被市民检举，就是他在偷车子。在哪边啊？在那边吗？这可以撞进去吗？不行。我太天真了。Arrest car thief， 被我看到了哈。Piece of crap。跪下，跪下，跪下。有眼光嘛，不偷，你怎么不偷旁边那一台？那台看起来比较贵啊，大哥。这台车比较便宜，要是你啊，我就偷旁边那一台。Joe Franklin， 稍微查一下他。你跟富兰克林是有什么关系？是不是？还有一个 Joe Franklin 啊，好啦，没有什么前科，来吧，直接运输单位。Assistance need. Citizens reporting gang related violence. Gang attack. 哎呀，现在我非常心情非常的不悦，所以呢，正好应该找个练练手来杀一下，可是。哎，这个人好像有点太多，这个人有点太多了。等一下，我们把车停在这个地方，请求紧急支援。哇，抓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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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请求紧急支援。We are not able to. What? What? 竟然不来，支援不来？哎，学妹，学妹 ，hold down 一下，学妹，等等，你等等。哇哇哇！那个火力有点猛。学妹趴了吗？学妹趴了吗？身为学长，有义务保护好学妹。后面好多人，枪枪爆头。这学长，我可是苦练已久的神射手，警队射击冠军可是我啊！子弹够吗？应该够了。学妹，你不要站在没有掩蔽物的地方啊！出来，出来！好多人，好多人，完了，完了！请求支援。Shit， 这个后勤单位是怎样？请求支援！完了完了完了，我洗我洗我洗！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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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真的要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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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要出事要出事要出事！还有人还有人还有人！给我出来！想干什么东西？再来啊 ！Dispatch, all suspect has been.Natural 就是被制服了。我靠，学妹，你身中太多枪了吧？逮就过。他这个血迹斑斑呢，你这没问题吗？他叫了一个支援，到现在还不来，有够慢。难怪洛镇都的警察常常挂在地板上，支援真的来太慢了。我们叫一个那个 corner 过来，见三位。这个警方的支援永远是最后才到的啊，非常符合电影的情节。哎，怎么是救护车先来啊？哦，同事来啊！这位仁兄，您也来得太慢了吧？这个阿航本人都已经快死了，有没有看到？X80才刚出勤就被快被打成弹孔。学妹走，
citizens report gang-related violence. 啥啊？这什么东西啊？怎么？ Strawberry. 怎么又有帮派分子？哇靠！这边的治安真的很差。太久没来这边执勤了，是不是？过去一下，速度赶到。哎呦，借过哦。在后面绕一下路。哎，救鬼！什么人在那边啊？又是一群帮派混混，是不是？哦，这个火力，这个火力，这个火力！拿散弹，拿散弹，跟他拼了！想躲在垃圾桶后面啊？还有人吗？我靠！今天帮派分子不断啊，是怎么回事啊？血迹斑斑，这里，警察要挟。巴勒邦了，巴勒邦了，最近巴勒邦造势频繁，难道他们在预谋着什么案件案子？是不是？讲话都结巴了，害我吓到。再叫一组 Corner 过来。这边的治安真的是常常会接收到那种帮派分子的案件。来来，上车上车，我们去找一个看能不能有点可以追气的啊，不然这个X80今天表现有点浪费啊。今天这集反而比较适合库洛玛的防弹。哎，好帅哦，他的镜子旁边还有那个红点和蓝点，超级帅气的X80。来来，不应该浪费他的才能，接个案子。这个有按了紧急按钮在前方，每次紧急按钮都不紧急啊，我看一下。这是在干嘛？下回啊！这位仁兄，你按了紧急按钮，然后旁边的大卡车在射我，我的天！这个案子又 bug 了，是不是啊？不要再发狂了，你们！洛圣都的民众们，你们给我听着啊！再发狂的话，我真的是会把这里给掀了，真的是气死我了！这什么东西啊？欸，不要让上一集的警车一直出现在新的一集，好不好？莫名其妙欸，这个，欸，那两个警察在干嘛啦？明明就是你们把他，你明明就是你们按那个按钮的，然后还叫我来收尸，搞错啊！下一个，下一个，下一个！哦，今天真是乱七八糟的一天。哦，终于，终于有一个像样一点的案子了啊！又在这个附近，我刚刚对这里产生了非常不好的印象。哪里啊？啥啊？这车都还没发动，就已经叫我来抓他，是怎么搞的？停下来，哎，不要撞我的X80！叫那个附近的，哎，不是吧，不是吧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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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又惹到旁边的帮派了。先把这个抓起来，先把这个抓起来。糟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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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学妹还想把他揍下来，超好笑的。先把这个逮起来，旁边的帮派分子又在抓狂了。旁边的帮派分子叫一个 SWAT 过来，气死了。这个先带走，看一下有多少人在旁边。干什么东西这家伙啊？哦，今天真的是超多枪站在旁边的，推进推进推进。看副枪没人 ，SWAT 来了没啊？为什么 SWAT 都没来啊？还有人，还有人，还有人，前面还有枪声。跟这同仁执勤一下。又来又来，再来还来，再来啊，再来啊！啊，你们这家伙还有人吗？今天真的是超级不爽哎。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没人了啊！闪人，闪人，闪人！为什么、啊？为什么这案子还没开？他还没开始跑，案件就叫我们来追他了。Officer in trouble， 来，我看一下你这个是什么 trouble 啦、啊？总是觉得自己被欺骗。来来，X80速速赶到。今天都没有什么追人的戏码，等一下一定要来追一下，这样下去不行。哪里哪里？
你看，各位观众，你们看到了吗？我真的是一点 trouble 都没有看到啊！我来了，然后他走，又留了一个尸体给我。我今天是什么收尸大队吗？旁边的人还拍照，仿佛就在嘲讽我。你是在拍个屁照啊？生气气耶！超级不爽哎，这个捡起来他的球棒。学妹，抱歉啦，学长今天运气不太好，都是接到有点奇怪的案子。走走走，往市区一点靠。哦，看到一台貌似是超速的加火油，他开很快哦，还闯红灯啊！先记着，堂堂先帮我记着，这应该是偷车子。哎、欸，啊，想跑啊，想跑，你跑不过X80的、啊、这位先生。想跑嘛，来来，跟你 PK 一下，来来，我让你，快走啊，快走，还戴着耳机，行不行啊？啊，各位观众，那个上次啊，这个 PIT 啊，我有去稍微查了一下，这个东西其实应该是在美国警方呢，他们就是专门就是申请这个东西，然后他就是允许你撞击他的左右车椅，就是可以让他滑胎，就是撞击这个点。我现在撞击这个嫌犯这个点，这应该是他们所谓的 PIT。但在警察模组呢，先把这个停了。在警察模组这个功能呢，应该就是说我们在路上申请这个东西，然后勤止单位就是后台后勤单位允许你这样撞击之后，我们才可以撞击，应该是这个意思。所以他上次才就是如果我车子太多，他才会叫我就是不要这样撞。对，我去查了一下，上次那一集的方式是错误的，各位，因为我之前被误导了，因为有一次他不知道车子突然坏掉，我就以为 PIT 是那个功能，后来没有，我去查了一下 PIT 的功能就是我刚刚解释的。好，我们再来按一次看看，就是我们要允许使用 PIT， 就是可以高速撞击嫌犯让他滑胎，然后又要 clear this time over， 所以他是说就是说现在可以使用了，可是因为他现在路太窄了，我就没办法这样撞他。好了，不要再歹戏拖棚了，这位先生，我刚刚已经得到 PIT 的功能了，就是可以撞他，只是他的就是可以撞击他让他打滑啦，意思就是这样子。嘿，嘿，再撞，这速度不够快，这个撞过去他其实是没有比较没有那种会让他滑胎啦，这样子。嫌犯非常的顽强，还是不下车。哎，想跑，跑不过X80的孩子，你的速度太慢了。应该停住了，应该停住了，可以。哎，我直接人下车了，射击他轮胎。PIT successful， 这有没有看到？这就是成功了，有了吧，各位，这个功能用了那么多集，总算是用正确了。抓起来，抓起来，抓起来！跑什么跑？是偷车贼。哎，那也抓不起来。有了，有了，抓起来，抓起来。先把他带到路边吗？调查一下这家伙。什么声音啊？哦，他的车子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就他妈得，赶快过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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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过来！我刚才听到什么声音了？离那边远一点，快点！不会引起大爆炸吧？不会吧？不会大爆炸吧？我们先盘问一下这家伙，应该不会啦。那个应该烧一烧就没有火了。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还行，还行。查一下这家伙 ，Mike Alpha Alfonso。OK， 没什么前科。你们偷车子干嘛？这车都不是你的，看也知道。啊，没有东西。好，我们先让他跪在这边。我去看一下这台车是谁的。吓死人！这车冒烟嘞，调查一下。查一下这台。是麦克先生吗？果然不是。我们把这台车还能移动吗？应该上不了车了。对啊。Stolen。对，这还是被挂
疑似的车辆。来，我们请那个运输单位过来把他载走。还有那个拖吊单位。哇，今天真的是有点惊险啊！这个，他还在冒烟呢。好，闪人闪人。今天这个洛圣都又是和平的一天过去了啊。阿航本人非常的累了，不要过红绿灯。好了，各位观众，那我们今天这个。